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NC Channel. 我是 NC 小叶哦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稍微简短一点哦，是要跟大家讲一个稍微重要的情报哦。那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 WSOW 就是现代战域世界赛的部分即将要开打哦。对哦，就是之前小叶临门一脚没有拿到伦敦门票的那个比赛。那开打时间呢，大概是会在我们这边的16号晚上10点哦，就是今天晚上10点 GMT 加8晚上10点哦。所以如果大家不同的地方自己换算一下。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比赛呢？主要的重点当然还是这一次的比赛其实有赠送 Beta Code， 就是这个测试代码的活动哦。那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个测试代码就是 NW32023 的测试代码。那要参加这个活动很简单哦，这边官网也有写了。首先呢是先注册你的动视账号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动视账号的话，你要先有一个动视账号，然后把你平常在玩的平台，不管你是在 Battle.net 平台、PS 平台、Xbox 平台还是 Steam 平台呢，把你的账号连接到你创立的这一个动视账号，或是你平常就有在用的动视账号。然后再下来呢是连接你的 YouTube 或是 Twitch 的账号到你的动视账号里面。对，这边就是两个都要连接好。连接完之后呢，你只要随便选择看你是要在图奇还是要在 YouTube 观看这一个 WSOW 的世界决赛，就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抽奖了。那其实除了这三个 Beta Code 之外呢，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这一些奖项，不过我觉得这些奖项可能是图奇才可以有的哦。对，因为 YouTube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领这个游戏掉宝，所以这个可能如果大家要全拿的话，我觉得是图奇比较保险一点。那这边有讲哦，注意事项就是图奇这些时间到了你要自己去领取，就是每30分钟你要领取一次，它才会就是继续往下计算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哦。那这三张 Beta Code 呢，不是说你一定有，就是你每看一小时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，最多有三张抽奖的机会哦。那总共的 beta 名额是总共有50000份 beta code， 但是呢，这个是官方讲50000份哦，其实也有可能他派更多，对，但是就是不看白不看嘛，那大家就去可以去看一下，稍微挂一下，那大家记得一下哦，是晚上十点开始在 YouTube 或是 Twitch 都有，那这边有两个连结哦，那这连结我应该也会放在那个影片介绍栏里面哦，那如果大家找不到自己去点，好啦，那非常简单的一个资讯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各位不想要错过这个免费抽 beta 的机会的话呢，就不要忘记哦，可以挂个台还是怎么样的。这边倒是还有一个不错的蓝图，好像可以拿的样子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有办法空时间就空时间了，没办法空时间就挂 YouTube 了。好啦，那差不多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这样子啦。那这次的影片差不多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样未来才不会错过更多有关 COD 的相关资讯哦。那我是小叶。I'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. Bye bye.